非常感谢各位先进的一路相挺，我非常感谢各副总会长、我们的工作委员会，还有我的工作团队筹备委员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们第35届的一个辉煌成果。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你们。我几个家里的成员现在已经到我们的 dancing floor 来了。总会长的孙，我希望呢，我们对我们北美洲台商会的热情一直不减。我们呢，对北美洲呢，最新产生的我们的江总会长，江俊麟总会长，请上台。我们林雀云新监事长在哪里？